可敬主神父，這些青少年曾接受服務制隊訓練，願意為教會禮儀服務，請你收留他們成為副制會會員。你既推薦他們擔任這個服務，你認為他們有資格嗎？可敬主神父，我認為他們堪當擔任此職務。好，我就代表你們的堂區接受他們成為副制會的會員。請各位在場的弟兄姊妹一同為這班的準副制祈禱。請大家祈禱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感謝你使這些兄弟姊妹成為你祭台的服務人員，願他們能夠效法你聖子耶穌基督，以不求人服侍而服侍眾人的態度，協助堂區禮儀的進行，忠誠履行被指派的工作。叫你以你的恩寵，使他們能夠有效地引導他人朝拜你唯一的天主。你的聖子及聖神永生永和。親愛的父子們，你們現在所穿的祭衣是你們協助司铎父母祭台的標記，願你們常忠於受指派的工作，在禮儀中和愛待人，並虔誠的侍奉上主。我從今日起，你們已經是副祭會的會員，現在就請你們莊重地宣示你們的許諾。我願意善盡副祭會會員的責任，侍奉主的祭壇，常準備協助神父，並以禮待人，勤讀聖經，善領聖事，事事處處樹立善表，以言以行，為上主作見證。我就請在場的兄弟姊妹和這班新的副祭一起共念副祭會會員的經文，表示對基督的忠心。耶穌，我朝拜你，我愛慕你，我願意一切人認識你，愛慕你，因著聖母瑪利亞的輔助，我願意在私言行為上純正廉潔，為證明我愛你，我要忠於我一切職分，求你使我勇于退强诱惑，助我对一切人成善人，作好事，求你使我堪在祭台上服侍你，帮助我了解你的圣意，并准备随时奉行。如果你有意召喚我，將來有一天獻身來侍奉你的話，就應立刻從命。阿爸，我完全把福你和恩賜及子及聖神之名，請大家鼓勵一下。